Yeah.
这位老夫人，你不要害怕，这位是当朝太师的亲外甥，西宫娘娘的亲表哥，同大千岁。千岁爷今天出来踏青游玩，看上了你的两个女儿，想与他们结为百年之好，你意下如何呀？哎呀，大人，你家全大，俺乃平民百姓，高攀不上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哎，是的的，哎，是的的。老夫人且慢，回家中小人有话。你是听他就不在他为国当他的表妹家中，原西宫家有两天三千妻，罗马将军三万鹏一
白天呐，就是九天呐，完了我正要回京啊，去交旨地方官堂前，禀报世间从三凤两相下不行上天害理呀，苦害百姓，我此番去到两乡下擦一擦小辈呀，这个佟三凤你若是不把我犯法，咱一辈够笑
出寨来不敢走大路，山林小道来攀登，前面有沿江他家远往深中，其中必有缘故，待我查清问明也就是了。抽签算卦，逢凶化吉。姐姐，那边有一算卦先生，我们不如算上一卦，看看我们的冤仇何日得报呀。如此甚好。老伯在上，俺姐妹之乡有礼了。哦，姑娘，失礼为何？我家母亲被贼人杀死，请老伯算上一卦，我们的冤仇何日得报？好，好，好！只要你讲得清，我就算得明。老伯，万作请示。
Thank you.
钱呐、啊，今儿犯到我的上，小孩有了难保全呐、啊，我家已给划算，那姐妹二人我愁给钱呐、啊，用手抽出钱一暖啊！
馒头啊？在。倒在门外看看是何人急了咱的堂鼓啊？是是。啊，大胆！为何急了我的堂鼓？你听。这庄子是何人替你写？
啥玩意儿啊？闹了半天是个算卦的先生。哎呦，不行，我得再问问。哎，你说啥？哎，是个算卦的先生。是啊，这状纸就是他给我们写的。大胆！Oh!
睡不开来这睡不醒啊，他就是当朝魏太师，他表妹家坐在元禧宫啊，三班牙早已上映，人只把老头啊
Thank you.
练骑兵，单刀伺候马兵动，你又为何打北京？Thank you.
到刘罗锅之手，这便如何是好啊？这下入地窖之内，给他来一个死在乎。对呀，正。啊，二位女子，我正要到东县府一事，你们二人随我一同前往，你看如何？多谢大人。不必多谢，大刀回呀。心动啊，报家恩。
唐寿司。
就身犯罪，那不如越是真不知的you
岁千回。Shut up!
就要
六人做事两个团。
当朝太师。千岁。